准备。他没有逃命，都给我逮住了！是。少帅，情况不对，更前有埋伏。看来消息被走漏了，他们想要夺军火。兴许他是路上耽搁了。他来电话说一早就启程了，就算路上再有皱褶也早该到了。司令，不好了！司令，出事了！妈了巴子，你慌啥？说，少帅他们在城外50公里处遭遇袭击。警卫班全体阵亡，少帅生死不明。司令，你先别着急，他少帅的老爹啊。司令快来人啊，快去叫人。司令你醒醒。司令科长，现在军火被炸，如果再抓不到康少廷，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。你说的没错呀，
不过，我倒有个计划，只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做。但是，如果成功了，你将大事告成。什么计划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总部早就怀疑康兆廷通共，只是这次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。如果你现在把他给杀了，我相信总部一定会对你表彰的。杀了康兆廷，段思琪不就在康府吗？这个任务他比我更合适啊。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呀？我相信的只有你，马科长。那这件事儿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毕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刺杀党国要员，我可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。没问题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不过，风险越大，收益就会越大。现在康府人心惶惶，正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呀，你明白吧？我明白。马慧龙想利用我杀了康兆清，但我没答应他，他这明显是想借刀杀人。答应他？为什么？我们的任务就是推波助澜，中国人就喜欢窝里斗，让他们斗吧，最好是斗到亡国亡种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推动成功黑风行动，明白了吗？是。不忍心啊。没有，我只是担心完不成任务。康兆清的御用医生刘医生是我们的人，他会接应你，让你顺利进入康府。玉雪做出来是好事，司令需要安静，让其他人回避吧。请你出去。姐，我说错了吗？这里只有他是外人。姐，你这样干，我去给司令熬点粥。思琪，对不起，我姐就是这个脾气。思刚，我不会怪他的。少帅被袭击，我怀疑是马回龙干的。我也只想跟你说这事儿，马回龙已经开始怀疑你了，你必须得走。任务没有完成，我不会离开这的。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保护好自己。早几天你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怎么到我这儿，你开始让我逃避了？我不希望你出任何意外，
我早就随时准备面对死亡，现在关键时刻，我要和你一起战斗。赶紧走吧。其实应该在这几条小道上着力搜索。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呗。跟你说，你听得懂吗？别小看我，快说。 袭击康少廷的是马慧龙，所以康家军一定会沿着这个主干道埋伏。马慧龙也一定会盯着康家军。康少廷如果聪明的话，他不敢贸然的接触康家军，而是会躲在这几条小道里。听懂了吗？英雄所见略同。嗯。所以，依晨，你现在要抓紧速度去找杜子刚。 让他的那些江湖朋友，在这几条道路上隐秘的搜索。杜子岗有什么江湖朋友？你跟他说，他会明白的。哎，这合着跑腿的活都我干了，你干嘛？合着你是大少爷，我是跟班儿。我要亲自去找康少廷。 点粥，您趁热喝。来，辛苦您了。司令，怀璧啊，给你熬了点鲤鱼粥，温中益气。你看看，这怀璧多懂事呀！少夫人一片孝心，要不咱们先喝鱼汤？好。 清粥偶尔喝喝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关键时候啊，还是鱼汤补肾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夫人？这碗汤方便让我检查检查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司令现在的危机是牵一发动全身，我们务必要小心。放肆！我们难道还会害司令不成？你懂个啥？ 司令，让他查。你查，你好好的查查，看看我和怀璧是不是给汤里下毒了。抱歉了，夫人。有毒吗？你说呀。没有。出去。等等。现在少廷生死不治，我怀疑有人对咱们康家要下手，所以在这个时候。 我的一切饮食起居，交由燕小姐负责，包括府内的一切事务。你俩听见了吗？父亲，这事儿我能做，如果您相信我。 就把一切交给我来打理吧。燕小姐做事细致，得相信她。对，您相信她，少廷也相信她。你们都没弄明白，谁才是康家媳妇儿？为什么你们从来都不相信我呢？
爹知道你的一番苦心，爹也知道你想仗着康家来实现你的政治理想，但是只要康家老子还在，康少廷还在，就轮不到你讲话的份儿。出去。父亲。出去。怀璧，不说了，先出去吧。啊，出去。好吧，先出去。谢谢肖旅长的提醒，我会马上安排的。您的心意，我会转达给司令。嗨，客气啥？希望能尽快找到少帅。姐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那我还何必留恋？我就不信，我杜怀璧离开康府，还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。肖旅长，谢谢你。嗨，千万别客气，我这人呢，没什么优点，就是爱拯救女性，尤其是漂亮女性。他们都叫我夫，倒蛮特别的。我觉得你也蛮特别的。是吗？他们都说我是个有野心的女人。他们懂个屁！咱这叫雄心壮志。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总被人欺负，可我不甘心呢。终于有一天我抓住机会跳出牢笼，这才有了今天。其实我也一样，从小就被父母送到国外陪伴姑姑。我一直认为父母嫌弃我是个女孩，所以我一直不敢懈怠。我拼命努力，想让大家都认可我。可惜，没什么好可惜的。越是这样，越不能让他们瞧不起。来，跟我一起喊：“老天爷，你听好了，老子叫肖逸尘，老子是不会服输的。”来，起来。肖旅长，喊！我是杜怀璧，我是不会服输的。打！大点声！我是杜怀璧，我是不会服输的。打！肖旅长，你看这个，往那边打，往那边打。我是不会服输的，我是不会服输的。我是不会服输的。
少廷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，你的兵在这儿。上车！我是杜子朗的朋友，快上车！那人是谁？不是我们的人。科长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您说的对，要想比别人站得更高，就要比别人承担更大的风险。我接受您的任务。说得太好了，我就是没看错你，后生可畏啊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毕竟刺杀康兆京不是小事儿，我希望这次任务由我全权负责，包括。决定最后谁来背这个黑锅，没问题，我只要结果。司令把他的安全交给了别人，某些人就拿着鸡毛当令箭。刘医生，我只是例行检查，请您别介意。麻烦把口罩摘一下。行了吧，耽误了司令的治疗，算谁的责任？好的，少夫人。刘医生，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是现在上去给司令看诊，还是先回房间？
你去房间整理药物，你跟我走。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动气了，比之前更严重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早上开的方子，加点甘草，现在开时间熬，问文火煎8个小时，给司令服用。好的，我们去准备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医生？司令肺部严重受损，为了避免肺部空气中感染，我等一下会消消毒，味道会有点重，麻烦你交代一下。我会安排好的。下手的机会。一会儿你去调开燕丹尘，我们去书房，都别紧张，给我稳着点，听见了吗？准备吧。叶小姐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说一下护理的事情。好啊，我们屋里谈。那行，你们忙，我这熬着药呢，也帮不了你们什么。哎，行，那个你把这边都擦一下。好。那个大姐，这个消毒液会有点味道，要不您出去透下气吧。叶小姐吩咐过。熬药的时候我不能离开。那甘草放的够不够？来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有蟑螂！哪里有？就在这儿，刚才就一个过去了。你看，我怎么没看见呀？就在那儿呢，刚刚下去了。太脏了你。是，怎么还在喷药？这味道太大了。叶小姐，刘医生说了，要每8小时消次毒。行吧，那你先忙。叶小姐，药熬好了。翠娘，这药你有一直盯着熬吗？您放心，我一直盯着呢，一刻也没离开厨房。翠娘，你先去忙吧。哎，司令，司令，其实喝药了。司令起来。辛苦你们两个了。不辛苦。来，你慢点喝。
妈了个巴子的，这太难喝了，这要是酒就好了。司令，良药苦口，快点喝吧。燕小姐，该我换班了，进来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妈的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早喝完大林子，太他妈难喝。少婷，少婷还没啥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司令，啊！司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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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，快去找医生！医生，司令，不好，是鸦片服用过量，快准备零反催吐！司令，司令。会帮你找到少帅，我会辅佐他完成你的心愿。少帅现在下落不明，我们必须要封锁司令去世的消息，以免乱了军心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吴妈，通知下去，立即戒备。是。司令，你不能丢下我，你不能这样，司令，你不能这样。燕小姐，只有两个护士进过厨房，这事儿真跟我没关系。崔娘，你再好好看看，能确定是他们两个吗？昨晚上他们都戴着大口罩，我也没看清楚脸。这个是，他有颗红痣。甘草放的够不够？来，我看一下量。哎呀，有蟑螂！哪里有？就在这儿，刚才都一个过去了。你看，这个是，它有颗红痣。昨天晚上你们去厨房，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让他说，我们去消毒。哎。你夫人，我来看过这么多年，都是兢兢业业的，我怎么会害死康司令呢？哎呀，刘医生，你快起来，你照顾司令这么多年，我心里有数。司令的死属于鸦片过量，我进康府的时候已经被搜查过，哪来的鸦片呢？况且鸦片入药会有浓厚的气味，熬药跟验药的人不可能闻不到味道的。你快起来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，快起来。夫人，你真的要相信我们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呀，燕丹臣啊，你就没有闻到味道吗？当时在消毒，味道确实挺大的。这不是理由，给司令端药的是你，你的嫌疑最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
我们就此别过了。今日之恩，必定相报，感谢。不必客气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。没有保护好司令，我有责任。不过凶手绝不是我。你还嘴硬啊？如果我要害司令，为什么早不下手？为什么下了毒我不逃走？夫人，请三思。母亲，看来不动刑，他是不会承认的。来人，给我打！住手！姐，你这是要屈打成招吗？给我把他也抓起来！少夫人，杜副官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，您不是一直很理智吗？住嘴！给我打！住手！住手！杜怀斌，你住手！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少廷回来了。是洁身自好，从来不沾鸦片。到底是谁害了他？就是他，燕丹臣，就是他害的。少帅，我用性命保证，这件事情跟燕小姐绝无关系，我和她一直都是护着司令。我相信他。你相信他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袒护他？你想让你父亲死不瞑目吗？娘，如果丹城真的是凶手的话，我一定会向他讨回一个公道。但是在事情没有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不允许有任何人因为猜疑而受到伤害。少廷，你别再胡闹了！你闭嘴！康复的事情现在轮不到你插手。爹，您安心的走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一定。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否则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康兆清现在是死还是活？他毒发后，守卫开始封锁大门，我只能离开。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是死了。我现在要确认得到康兆清的准确消息，马上通知电工，让他发出最新的康复情报。天姑是谁？你还以为我们在康府里只有段思琪这一个耳目吗？只是天姑身份卑微，我一直没怎么启动她。王小姐特意点播的一曲《何日君再来》，祝天姑早日康复。
复兴社还在用这个办法下指令。紧急联络方式一般不会轻易改变。何日君再来，天姑早日康复。马回龙到底想传递什么情报？康复，康复，会不会跟康司令有关呢？